最近做了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，请说。他竟然教学 DVD 拍成 3D， 真的？我不管你国标，我觉得 3D 干嘛？切切切！如果你要交换礼物的对象就是你右手边的那一位的话，现在就想要换位置，请举手好吗？拜托了，我觉得小白已经有两个人嫌弃小白的东西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想要小白，我也想要小白，你们都想要我的，我也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，我怕他拿不出什么好的东西。哎呀，不是，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我的意思。我懂你的意思。然后就是，不是，就是，我不会讲啦。嫌他买的礼物不够高级。对，好像是水果篮，水果篮吗？水果礼盒。好哦哦，小心小心，烂不烂？不是不是，这个要很小心的，有没有？哎，什么？很漂亮哎，东西可爱吧？甜点吗？草莓巧克力吗？是，就草莓，然后外面裹巧克力，而且是裹比利时的巧克力，有过期吗？没有，今天刚买到的，这很好啊，很漂亮哦，甜的也很高级。心怡，你要吗？我要。你要换吗？喜欢吃甜点了，可是你知道换东西的诀窍就是要用烂东西去换到好东西，所以你应该会从三个里面挑一样最烂出来给他吧。我三个都超级好的，真的吗？我真的是超级好，我是抱着一个不是捡便宜，有抱着一个就是有缘人可以拿到我的东西。有缘，有缘，节目我们节目我想是一个竹匾上面刻着缘这个字，可是这个东西是有期限的哦，这个是不吃就坏掉了。我今天晚上可以把它吃完，所以你没有现在要请大家一人一只的意思。对，他也说今天晚上。哈哈哈哈哈！想加的来宾，大家现在一人拿一根。听起来限量很不妙。这什么？这个是？那什么？解说一下，解说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中间是泡泡的，是泡泡哦。它会吹出 Hello Kitty 的形状吗？脸？怎么可能？真的？要跑？你跑一下看有没有换个脸？我换个灵魂而已，我怎么跑？来，跑到楼下，跑到楼下。从这个定点这样跑过去，然后要弄出。是毛三角裤吗？内衣裤吧，睡衣。对，你看那上面的那个睡衣，前方有贴毛的三角裤。对，好可爱哦，是蕾丝吧？对呀，给我，穿给我公公看。回去啊，回去，回去说爸爸回来喽。拿风扇给吹出去。你应该不会对我太差吧？哎，他东西很可怕哦，真的。哇，很好吧？你又很难过。来，中心你自己在座位上拆开吧，哈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箱子？什么？哎呦，是世博宝宝海宝吗？对，小海宝吗？对，海宝。小声一点，小声。哎，不会很大声吗？其实还蛮棒的，很好，对不对？你要主持康熙就用得到啊。因为你看，我就每次都弄这个。你往胸下，胸下，没有没有。试穿，试穿，你试穿，试穿，试穿一下，试穿。如果不要戴帽子，哎，对耶，是合理，是合理。你是真心喜欢吗？不是，因为每次主持康熙只有我一个人放布，我都很不好意思。我觉得你也要放一点，你也会冷啊。观众看到你的腿。钟欣怡，你要自己收下还是要转赠给本节目主持人？给 S 姐，来送给你。谢谢。你们需要保暖，需要保暖。好紧张哦。不要紧张。
什么？是金华火腿。你看，跟海跑是一样的东西。你一定要收下，因为你失去海宝以后，你内心很痛啊。所以现在又有一对双胞胎回来了。你那个不要，我可以，你那个不要，我可以拿哎。日本的夹娃娃夹到的。哎，你在破掉哎。什么？鸡毛掸？这是一件围巾，小披肩。小披肩换一个那个生殖器。哎，是名牌，是名牌吗？是名牌的高级名牌，高级耶！这么贵的东西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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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给人家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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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那老师不要，你决定不要，什么厉害的东西？真的不要？他看起来要不要换？你说跟你换这个？对。这应该是它的十倍吧，这么夸张？这比它贵。莎莎要不要换？不用了，因为那个它是你需要。莎莎，你要换？好，我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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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，换。还没有揭晓的情况下，已经决定要换了。那我们先恭喜宋欣怡拿到了披肩，请在披肩上。真的是好。莎莎刚才说要换是来自于 S 的一句推荐，对不对？我看到我吓到眼睛为之一亮。我觉得你们俩好像在演戏，好冷哦。我很少跟人家搭配演戏的。哦，这个我可以收下吗？这个真的假的？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？这应该今天的。我的手。哦，然后这个还有皮耶，这个我解释一下，是袋鼠的吗？所以它也是小钱包吗？对，它是小钱包，而且啊，这个就是女明星的晚宴包，然后它太恭喜了，然后它如果背起来也很可爱。装得下东西吗？装得下口红。莎莎，为什么你可以坐在刘震老师的旁边？我手上今天带来的东西，我全部都不要再带回家了。是，哎，你把那个体积最大拿出来好吗？体积最大那个麻烦你。这个我知道。天哪，这什么？这个你们真的应该要珍惜哦，这是很罕见的东西。真的吗？好大哦！哇，咖啡机，咖啡机，咖啡机，看起来好高级哦。是咖啡机吗？是什么？感觉是超音速播音的。这就是说，你如果比如说你一个人。住一个人住的话呢，开一瓶红酒，那一个人可能喝不完啊，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。哦，等一下，然后干嘛？然后它就会把红酒完全的真空，一直到你下次要喝的时候，它的味道都不会变。这个看起来就是我妹夫送给我们的，但是因为我妹夫，你妹夫就是麦克吗？对，但他太低估我们家人的酒量，所以他以为我们需要这个。好，第一个想争取的是谁？这边有谁要？弄弄要吗？对，很可爱。想要。我建议你另外一样东西可能还比较好一点。你是这个吗？你喜欢这个是不是？啊，你有打鼓。对，好，那我拿这个跟你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鼓毛线棒吧。全新的鼓棒，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木头的材质。重点是，它是那个限量100个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上面有打我的名字。三十的鼓棒。不要的，你干嘛倒退？因为本来我很想要，可是有。我可以拿朋友。我可以再拿沙子，这真的很棒。还有谁要争取这个酒的东西？好，夏克里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要这个。哎呦，实用不实用？刀子。哎呦。哎呀，这个是会松这个手套。是什么？哎呦，是方便用。前置手套是。对，你看，我不想要。帽子加手铐。帽子加手铐，你看，你先穿得很漂亮哦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穿那个手铐，太性感了，然后你又在家里可以就这样子。故事连不起来，故事连不起来。这个德
国的皮革救星，然后它可以就是清皮革救星，就是哦，包皮革救星啊，或者它很多名牌包啊，又可以清理，然后它有可以更柔软、增艳、防霉、抗菌、清洁。干嘛买一个你不懂的东西？因为我买了一个皮沙发，然后我从来没有用过。我建议你乘以十点给我，乘以十点真的吗？而且它就是很棒哎，乘以十点可能我，乘以十点可能我要，我也想要乘以十点，乘以十点，好，乘以十点，好，乘以十点，对不对？好 ，Kevin， 你有把握吗？我想你可能会赢。他那个限量，有限量，不到了，都什么东西？走遍全世界都买不到，什么东西？就是双 C 牌的东西。双 C 牌它很有名的是它的一瓶香水，对不对？是是。如果只是香水太逊，是到处买得到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用它的香水做成的香皂。哇，那好美哦！舍不得用，你想要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舍不得用，买不到，限量 ，one shot。就是一次限量，所以现在都买不到了。真的吗？你不用演了，你不喜欢就不喜欢。我觉得你好像对陈怡自己也比较有兴趣。我觉得这真的很棒，可是因为它只能摆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个比较有用啊，这个比较有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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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大家安静一下吧，安静一下。许建国，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？我用这个 iPhone 4。哎呀，没有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跟你讲 ，iPhone 4，我 iPhone 4是粉红色的，是金属的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觉得大家你说 iPhone 4本身是不是它的那个外壳的那个壳？外壳，不是，跟你很合哎，保护色的耶。你拿保护色，拜托。真的吗？不要，你太不了解我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猪肉要不要？猪肉，猪肉，猪肉，我可能。这个猪肉他有兴趣，你敢？这个很好吃，真的不骗你，放家里很美。拿过去，救命！很舒服，来坐。哎，拿过一点，然后再走。让大家考虑一下。首先呢，香奈儿香皂有没有打动你？因为我平常洗手的时候都是用抗菌皂。哦，那这个这个男生女生都可以用。他头发很多啊，你是个爵士鼓手。老公啊，老公。爵士鼓手，我要把它线下来啊。所以比较有希望的是鼓棒还是手铐还是成语词典？手铐我是真的不需要。如果只是魔术方块，我还要啊。OK， 好。如果魔术方块、词典跟鼓棒这三样，词典它还有解释忐忑不安、形容人精神不宁、心绪起伏不定。你表演的时候就不敢相信有人要用词典换到那个词典啊！真的，这个很好用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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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，这个好用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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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，你要不要给 Kevin 机会把那双鞋子跟你讲解一下？好啊，鞋子来讲解看看，说不定有机会。这双找不到，在哪里啊？找不到吗？为什么？很小是不是？哦，来了，就拿出来了。